出生在嘉义的朱永德，从小啊他就有明星梦，退伍之后呢留在台北，边找工作边等待机会进入演艺圈。今天他要跟着林伯优老师来学习雪花石井香烤番茄盅，温热的番茄一口咬下充满了多层次的口感，就像朱永德拥有丰富的人生历练，造就出来现在精湛的演出哦。